看看谁来了。哎呀，老二。啊。怎么样？还行吧。还行啊。这会儿老来了，我妈也回来了。这两天走的道儿都不行了。腿不好使呢，这两年一走道儿，说腿就不好使，走一走就好了。啊，岁数大了，人家还像去年似的，要完了，要完了。这今天包饺子，国庆中秋节，是芹菜肉的，割大头菜了？没有。没割啊，芹菜肉。那这开割啥了？就是芹菜肉啊，是那尖椒。我说好像还有点别的东西吗？有。这一回来就买了老多东西了哈。那你这是吃啊？这也是豆腐、鸡蛋，还有这小米的呀。买点小米的、大碴的。这一天还有水果。买点那个松花蛋。啊，松花蛋。嗯。这还有火龙果，呀，东西都不少。把这俩铲子这么花了就50，是这么贵啊？那我看看啥样呢？这个就是那个证儿，那比你那个好，不一样吗？好像，它是这样的。是防水吗？看着能好一点哈。那个呢？咋说呢？咋说就跟咱那里一样，就是眼儿大。是吗？飞镖呢？专门就是那个热水器的哈。我告诉他说就这个。行。没球。都没看着我妈了吧？来，没球。过来。来呀。没球。你看。没球，我叫都不好使。没球，过来，来，快点，没球。好像有点害羞呢。不好意思啦，没球。你想完了，来，你没上前面看呢，还有个房呢。他那里还有澡洗澡的，还有大便的，还有洗衣机，还有洗脸的。你来的时候是不是你走上那个这个房都没有呢？凉亭都没有。来的房子也没有。是吧？没盖，也没盖电视剧呢。现在有个锅。那时候是个锅，现在变成个凉亭了。看看我老妈又买了什么好玩的。这家伙。直接一下就能拿哈！哎呀，这省得切了呗，就是。对。你是不是又看小视频买的？没有，我就看那个松花蛋，完了就看着它了。这天。赶不上切了呀。这样好，省事儿。这样式的切不沾刀，这多快呀！饺子出锅了，多带劲的哈！哎呀，不会热坏吧？哎呀，买个盆吧。看好了，这小菜儿今天的。辣白菜，还有这个鱼，还有这个松花蛋，还有中午吃了点尖椒肠那个。饮料少倒点呗。行了，那一说不就想喝吗？在那。少倒点，我先给你少倒。好。行。我没有，我这。你先拿回去吃点饭，你再喝呗。你这半凉菜粥，一搁辣椒面可少。又到了我最爱的时刻，吃饺子。原来我可爱喝这玩意儿，太美味了。这都没了，还搁这干啥？辣的菜。
这还有鱼。到最后也完了。哎呀，还是肘子好吃啊。这吃的好饱，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下关注，谢谢。